市委领导组织公安机关成立921专案组。十年都没出过这种案子了，对此案全力侦破。上铐！上铐！别打！别打！被告人陈斌等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女孩才14，都不低。今天，放心吧，他们跑不了。这是连环案呢，落在咱们这儿了。3、2、1，起！人这辈子，谁能说得清楚啊？干杯！来吧。你是个好警察，你受拖累了。我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网友给抓住。我一醒过来，那谁都不在。我接的案子没办明白，是我欠三万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想看看我忘没忘。心里